哎，大家好，这是 Shinix 为大家带来《Binding of Isaac Afterbirth Plus》游戏开荒视频。我们之前呢应该是用了 Isaac 还有 Judith 等一些，也是尝试一下游戏。也是有人留言说是可以是尝试这边的 Hard Mode。我一开始玩 Hard Mode 的时候呢，我感觉上可能是我对游戏的这个机制可能是理解的不太好吧，我以为它就是特别难。但实际上我从危机上查了一下之后呢，感觉上这个难度还是可以接受吧，并不是说我想中那么难，但是我感觉起码操作还有包括对游戏理解还不是特别好，我觉得暂时呢就先打 normal 模式了，因为毕竟我打 Isaac 还是感觉上目的呢就是主要是为了娱乐，并不是说是为了把所有游戏东西都解锁什么的，可能目前呢还是稍微打一打普通模式吧。这期呢我决定用Polyon，很奇怪的一个名字，不太清楚这个源自什么。也是应该是 Plus 中新加入的一个角色，他的物品呢我是在 VG 上查了一下，其实他物品是 Ward， 感觉上跟 Isaac 的他的那个 D6 有点像，但是又不完全的一样。可以看一下这个物品，我就一上来就不知道了，但是我直接查吸铁石，好像这个东西叫 Strange Attractor 啊。哇，这个东西看上去应该是好糟糕啊。原本的吸铁石应该是还可以，但是这个版本的吸铁石它会把敌人，也就是敌人也会吸引到我们的 tier 上去。比较糟糕的物品，这样呢我直接给它吃了。有意思的房间。Void 呢感觉上，哇好危险，感觉上跟 D6 感觉上，其实我一上来的感觉就是很像，但是刚才使了之后发现又不一样。这个我觉得炸开吧，十箱子可能收益应该还是不错的。一般像 D6 可能是你是觉得这个物品不好，你蕊肉了，然后没准会蕊肉出一个比较稍微好点的物品来。Void 呢感觉上你要是觉得不好，这个炸弹用的不是很好啊，感觉上它也并不是蕊肉，相当于是你直接给它吃掉，能吃出一些随机的，但我不太清楚是随机的还是说是一个就是它是会根据你的物品的一个性质啊，我不太清楚，总之会有一些属性的一个上升。我觉得怎么这个战斗持续了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我们没有，应该是因为没有怎么攻击到 boss 啊。他的哇，这堆肉墙，一个 internal heart， placenta 还是不错的，可以回血，再加上这会是隐藏房间吗？我还是不太确定隐藏房间的一个刷新机制。我觉得这个是隐藏房间吧，我是感觉上 boss 房间周围应该不会有隐藏房间，超级隐藏房间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好吧，当我什么都没说。这样这层呢获得了一点 luck， 我觉得从游戏一初期 luck 的话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血呢也是好在这些雕像他们并不会，我天哪，并不会对我们造成伤害，但是会乱拱人。这个房间有点，说实话有点危险。没有钥匙，倒是有些钱。不过，问题呢，其实，哇，这个房间怎么打？哇，居然跑出来了！
有了钥匙，还差一个房间的充能，我就先去看一眼吧。要是好的话，直接吃了。哎，这个要是打的话，会加充能吗？另外，这是什么物品？好像会加充能。这个物品我没有吃过，或者说我应该有见过，这应该是一个新的物品，但是实在是不清楚是做什么用的。大家稍微的等我一下，我现在在翻飞机。其实 Afterbirth Plus 现在出来之后呢，它也是有了一个新的，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新，它是等于是支持 Steam 上的 mod。我是感觉上有没有一些类似于是 mod， 可以是把直接是这个物品，比如说它是做什么的，你可以直接比较方便的给显示出来。这应该是一个被动物品吧？我记得应该算是被动物品，没有记得我。哇，我为什么找不到呢？找到了 ，the weight。非常糟糕的物品，相当于是 Are you a wizard 的一个永久效果。天哪，让我直接吃了，加了一点攻击力，不错。两个爆弹，还是花时间把这些火都熄灭一下吧。因为我才发现我们人物好像这是带了个小翅膀吗？还是个披风护肩。哎，一个电池。其他房间倒还很多，我觉得直接拿了电池去 Little Horn。 哎，这是什么东西，我天哪。哇哇哇，好危险。哎，这居然炸到我了，不要再打到我了。谢谢谢谢。先去看恶魔交易。哇。哎，好像有一个人自杀了。The Sun。Rotten Baby 呢，我觉得算是。这是 multi-dimensional baby 吧，这个 baby 应该是，总之我用不好，应该是你站在他身上的话，或者说你的攻击要是穿过他的话，会造成一个等于是好像伤害会加倍，或者说获得一个 DPS 提升，但是我是感觉上很难用，因为它是并不是会效果，并不是会马上都吃到，这样我们看一下这个针啊。游戏中倒是有很多的类似于是这种就是疫苗式的东西，但是这个是什么呢？这是 Growth Hormone， 增加一点的攻击力跟 0.4 的速度，觉得这个是可以吃的，不需要。我指的吃是可以直接拿，并不是要需要我们的 Word 来吃。这样有了散，这个 So Hard 我还是先留着吧，留到下层。确保 Rotten Baby 可见他的这个 Fly 的伤害是非常的高。 Death Sun 的话肯定是比 Death 要好一些。这边看一下会不会是隐藏房间，两个爆弹，没有，运气不好，暂时先这个样子吧。我没有看见有一些10块钱一个钥匙，我觉得就先不去隐藏房间，我就感觉会
在这两个位置吗？超级隐藏房间，但是我是不完全确定，觉得就不去赌博了。嗯，一个红箱子倒是想去拿一拿。哇，这打不到啊！哇，我稍微改变一下战线。发现这个房间的地形也是不是特别的好。哎，哇，我好像，哦，好像上一层的那个 so hard 我是没有忘记拿了，这是我的一个失误。这样等于是恶魔交易算是比较遗憾吧。这个东西是爆弹，可能有些人觉得会比较危险，但是我们攻击力会很高啊。恶魔的交易几率应该是已经被我搞砸了，这个确实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好在我们有 Rotten Baby， 可以所以说是可以去一些非常难，比如说不太好打到敌人的话，应该是可以用它来打，这个倒是没有太大问题。觉得可以直接打 Boss， 正好现在是有充能。这是什么东西？哇！这是一个血可以吃了。为什么好像是我知道可能有些人觉得会不是很好，但是我想直接给他这么用。 Health up，你看，基本上算是我们赚到了，等于现在 Void 里边等于是吃了一本，应该是 Book of Sin， 等于是以后你每次用它的时候呢，相当是都会再把这个物品的效果等于是给使出来。我觉得最好的一些物品，比如说就像这种 Book of Sin， 或者说是甚至是Book of Revelation 这种，可以是就是一直的，我们可以是哇。你有完没完？其实我们开一个箱子吧，这边开不开？哎，把钥匙拿回来，这样再开一个。这是什么情况？算是很值。咱再把其他的房间的都探索一下。现在我最想要的是什么？是一些免疫爆炸伤害的物品，或者呢是一些能把我们的生存能力提高物品。现在感觉上我们的 DPS 应该已经是很够了。哇！还有吗？像超级隐藏房间在什么地方？说实话，我也不太清楚。这个房间进来了吗？哦，进来了。
一般我的理解是它会在地图的角落，一般是这种样子，或者说是这个房间的这个地方，果然是在这边啊，我都没有注意到我的，没有注意到那边的地方是可以走啊。这个房间应该是没有什么用啊。哎，有些蘑菇炸了它。哇，我们没法飞。这边会是隐藏房间吗？我觉得确实是现在是自己受到伤害比较多，我用这个物品用的也不是，实话不是特别的好。Elsa， 倒是我们的这局的运气倒是 Misha 好吧，我们运气倒是不错的，是拿到一些非常，哇，这还炸不到，拿到一些可以说是比较对游戏非常有帮助的一些药。这些蘑菇呢都是有可能炸出来更多的药的，所以说也是随便炸一炸。想游戏吃了 Misha， 所以什么都看不见啊。这边呢可以尝试一下。这边还有房间可以走吗？好像没了。要是能吃到一个金钥匙的话，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宝箱的房间啊。得是上下走了，右边走了吗？右边好像也走过了，应该是右边是死胡同吧，应该是死胡同。所以说现在呢我有 33.75 的恶魔交易几率。怎么这么迷你的一个怪物，又掉了一个。这还打不到，我好像是要原地站着，好像还增加了一些交易几率。这东西我要炸会是什么效果？好像没有什么效果，能给它炸烂吧？炸烂了，炸出一块钱来。就现在我捡爆弹也是没有什么用，现在我们的攻击就是爆弹。这是什么东西呢？一个蓝色的，这是为什么我的，这应该不是 Growth Hormone 吧，看着有点像 Synthoid， 增加攻击力，Panic Power， 这应该是一个新的疫苗吧？大家等我一下，我想知道这东西做什么的？是，哦，果然是，这是 Plus 中新加入的，也是增加攻击力。哦，哎，哦，不是，这个是。
我实在是物品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说现在找起来的话也是比较困难。他写的是 panic power。哦，好像就是，这是什么？哦，这是激素，不是这个肾上腺素。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心脏的话是能增加，或者生命上限的话是能增加0.2的伤害。哇，这是怎么打的我的？再吃一个吧，反正已经吃过了。Pretty Fly 非常不错的一个东西。好像是有中毒效果，可以是把敌人直接给毒死。反正这层好大，这是一个，好像就是二层的一个 cave。我们先把 boss 打了吧。这是能增加我们射速的，所以说是可以拿。这边呢，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原版中有，这是可以飞还是？其实这个东西是很，真的是原版中就有啊，我是知道，但是实在是想不起来是这是可以飞，还是会把敌人恐惧，还是什么东西了？我感觉上可能，要么是出现的不多，要么就是可能是出现的时候，我感觉上它并不是一个100%会拿的。啊，这是会飞，觉得拿了吧。因为飞行能力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帮助的。起码，比如说这边，Devo 卡片，我们随便试一试我们的 Word，因为这层应该是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吃的。我们可以吃的东西都已现在都已经吃完。这边，这是可以拿两个 trinket，可能并不是太大作用，我觉得现在还是先提前投资了吧。这个 boomerang 应该是非常糟糕的，尤其是这边是有一个，哇，怎么打这么远？这边还有一个电池啊。我希望能再多吃出几个。这边走过了吗？这好像是我们一开始来的地方。有一个，找到了，应该是往下走吧，往下走，走到这个房间的尽头，应该是。我们留一把钥匙。然后是往左走。是这么走吗？
这是 Sam， 我觉得没有其他的可以。先看一下四个箱子。比较意外。这都炸不到，他应该会被毒死吧。这是 Ghost Baby， 是做什么用的？这个物品应该是我们的攻击是会等于是在会分裂，会分裂成两次攻击。这对我们的我们现在攻击有作用吗？我们可以试一试，没有作用。这个玩意儿是会攻击，会有一定几率恐惧敌人，我觉得也是没有什么太大吸引力。现在我们的射程感觉是好远啊，这怎么打？商店可以，还是没有，还是没有钥匙啊？为什么最近钥匙这么难获得呢？哇！天！这是一层。这个敌人有点多。个绿色的，增加移动速度，增加距离，我觉得没有什么用，直接吃了。这还有蜘蛛，觉得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太大作用。这房间也是感觉上没有什么收获，是吧？Full health。先把敌人打掉，再去考虑这边的物品。Misha 就算了，些爆弹。
哇，这是刚刚好像是产生了，刚才是什么情况？好像是爆弹是产生了就是去反弹的效果啊。恶魔交易，Lumpco 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拿的，因为是你的距离越远，它的伤害越高，但是这个有点太远了，好像你要是正对着敌人打的话，我们可以再小一点，又找回来了。The Magician。这里面之前应该是没有打完，但是现在只有一个钥匙。现在大概是知道我们的爆弹的一个使用情况，觉得哇，差点没有注意那边啊，那边是差点把一个钥匙给使出来。这是 Ghost Baby， 我再查一下危机。就是 Ghost Baby。应该是，我是觉得没有什么用啊，直接吃了它，增加了攻击力，减了射程。地图上还有东西可以，这里面是什么 ？Bomb's Head， 我觉得是没有，拿了 Steam Cell 可以。我只觉得没有什么好吃的。电池的话，觉得先这个样子吧。现在是层数越来越高了，还是不太，我是不太满意我自己的一个，可以说是生存能力。恶魔的交易倒是 67.5， 把这个炸了，应该是能增加一些。可以增加一些恶魔交易的成功率，觉得不错。这边的爆弹其实是没有必要拿。我觉得挺值的，没有什么不对。然后把这个也吃了。我刚才可以说使安佩尔卡也是不太着急了吧，其实应该是可以把这那层是再去探索一下。其实现在想想应该是不太对，我是理解错了，之前是以为是可以去好在是可以
好像这边就直接到 boss 战了。哇，就是这个效果，这是什么效果呢？可能会比较难打，不太好打的 boss。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难啊！先看恶魔交易，我们有 Guppy 物品有几个？刚才好像是吃了一个 Guppy's Head， 然后别的东西好像是没有吃过。应该是吧？不对，我怎么觉得 Guppy's Head 我已经吃过了。对啊， Guppy's Head 我们应该已经是吃过了，为什么它又出现了？有点没有搞懂，可能是我当时没有捡吧，没有捡起来，它直接是我用 Wood 给吃掉了。吃掉之后，它可能就是游戏中可能就是认为我是被，等于是认为我是没有吃掉这个东西。哇，这样直接 Moon 比较有意思。天哪，这是什么效果？我知道我吃了一个物品会反弹，但是为什么会造成这么严重的效果？有找找有没有可以把炸出血的石头来？好吧，我觉得还是不随便打了。这么打的话，什么玩意儿？为什么会有两个pin？没有打到，毒死了吧？哇，这一线居然炸不死！这是什么效果？我实在是不能理解，它是随机的吗？还是？所以要是这么打下去的话，我会被自己的伤害慢慢磨死。他的脑袋还是又瞬移了。我们刚才在这个位置。Book of Sin 还算是比较给力的吧，算是比较，算是运气很好，他都是给了一些蓝色心脏出来。我们现在反正是可以拿两个物品，没有必要考虑。刚才这个伤害是比较不太正确啊，不应该直接瞬移卡片。哇，这是被毒死了。Brimstone 加掐我现在的攻击是会是什么效果？我觉得还是不要随便尝试了吧，把你这个炸掉。
表示我现在的生存能力不是特别的高啊。没有什么意义，直接这传送了。可以看有时候打到敌人，好像是你要是站在石头上攻击的话，还是好像是越过石头攻击会产生一些 Joker。稍微等一等，你不要过来。看一下这个上面有可能是黑。两个人都死了。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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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点太恐怖了，不过好在是炸出了一些我想要的东西来。 Make me larger 就算了。 I see。 我还清楚现在我再去打 Joker 的话有什么，就是有没有什么，哎，他怎么出生在我身边了，有没有什么效果啊？我觉得用一下吧，或者说到了 Chess 再用，到 Chess 的话没准能去打到一些就是生命，比如说加血的东西，这样可以是花比较少的血就可以直接去解锁了一个 Locus of 什么，这边屏幕太小了啊，这边 Grace 倒是正好 Curse of Maze 还好是将 Book of Revelation 使一下。$3 bill 不太清楚有没有什么用啊，好像bookworm 的一个 transformation 倒是出来了。Dead's key 呢是直接我给他使了。$3 bill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用，暂时先这个样子。好，直接 Joker 走。Joker。其实现在是少三点血，然后没准能去获得更多的血，没准算是一个赌博。但是我觉得 Dark Bomb 我是觉得优先级很高的一个物品需要拿。$3 bill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必要拿，它是应该是随机的一个 tier 效果啊。刚才我为什么发出了两个，刚才进行了一个，好像是打出了两个炮弹，是我的错觉吗？我就全都吃了它了。Mega Satan， 我，哎，那是 Mega Satan 吗 ？Lard， 我觉得现在一定要小心。炸出了一个隐藏房间来，不错。哇。香的，不错。
这个 boss 没有给什么东西啊，比较遗憾。这边是一个小的房间，哇哇哇！但是这是什么东西？还是大家稍微等我一分钟，感觉上可能是 Plus 中的东西，完全是没有见过。果然是增加 2.5 射程 1.5 的 Tier Hat。看上去非常危险的一个物品啊，它是等于是会你的 tier 会直接你等于是打到这个屏幕的右边飞出去，然后它会从屏幕的左边再飞回来。哇，这怎么打啊？这个房间主要是我就是赖它太大了吧。 Dark Bomb 给，好像它还不够。只有这么一条路了，这个房间感觉上还可以。一个钥匙，血可以说是比原来一开始的血可以说是，我天，没有看见这个敌人。我觉得就不要太贪了吧，要是实在不行的话就直接是把这个Isaac、不是，这层应该是那个就是 Blue Baby， 把他直接是给他打死。别的 Mega Satan 我觉得以我们现在的情况来看，主要是生存能力不是特别有保证。我一开始想法是直接是把这层等于是打，这是增加 challenge up。 一开始想法是把这层打完，然后看看能不能会出现一些，就是能不能把我的生存能力再稍微提高一下。那现在来讲反倒是我的血会变得越来越少，应该是还有其他的。这边为什么没有打？你有完没完？这又是什么东西？一个红色的眼睛，不是，应该不是 Afterbirth Plus 的东西，应该是 Afterbirth 的东西吧，感觉上没有怎么见过似的。不是，在原本中就有，我觉得要是有的话我可能也是没有。还是一个 Trinket， 好像是啊。这好像是，应该是没有什么用。等于是跟 Lumfco 是一个相反的一个效果。Quarter 的话应该也是没有什么用，直接吃了。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血，我觉得
Hierophant。这个 Milk 我觉得就拿了吧，好像是你拿，你拿它之后呢，会，我觉得现在要是拿上 Hierophant 的话，没准可以去尝试把打一打嘛，不是打一打 Make a Season， 但现在是基本上是满血。这边是一个 Dead Bird， 我觉得就拿起来吧，到时候没准会能增加一些额外的伤害什么的。但感觉上现在生存能力比起码比之前有所提高，就暂时去，我觉得去尝试一下吧。那个 Satan 我也是印象中好像只打过两三次吧，所以说对他的哇对他攻击也不是特别的熟悉。哇这边还有 Death， 哎不要，好在我们速度是比较快，先把 Death 打死，因为是比较不受控制。这怎么打到？打不到啊！好像打到了，能毒死吗？哎，这是哦，这是我 Trinket 的一个效果。哎，不要出生在我脚下！Envy 的话，可能看情况吧。你要是打准的话，可能会比较好打，但是现在好像打的不是很准，不好，场面很混乱，场面很混乱，天哪！好像好在我们速度比 Last 要快啊。哎天哪，可以吃卡片了。还有天使，这么多天使，这是一阶段完了，还是总之还有一个阶段。哇，这是什么攻击？哎，这怎么躲？我觉得可能离远一点会比较好躲吧。天哪！还是中招了，这是二阶段完了，三阶段还有吗？哦，好像是没了。刚才又是解锁了一个。动画看完吗？刚才解锁了一个什么东西 ？Mort Baby， 没有。为什么在？我的物品页面中是没有呢，可能是多人模式的一个
类似于一个可选的角色，我猜这边要是没有的话，我所有的 Trinket 应该也是没有，我猜可能是啊。不过起码这回呢算是比较意外吧，可能是我低估了我的生存能力，毕竟是没有血的话，带着 Polar 应该是你每次受到伤害都是很长的一个无敌时间，并不会说是非常的危险，感觉上还算是有所收获，等于是 Apollyon、啊、等于是这个那个 Brimstone 那个图标是 Mega Satan 的一个标志，等于是我是打了这个还是比较意外的。 Isaac 应该我们看一下 Judith 应该是刚打完，有鼠标吗？好像是这个游戏不看不出来鼠标。总之新的话应该是 Mom's Heart， 然后上面的那个十字是 Cathedral 下边应该是 Chest 左边应该是 Show 吧。然后右边的东西我好像没有，这个人倒是把最右边的东西给打出来，我是不太清楚是什么，星星好像是 Boss Rush 吧。啊 Zizo 的话应该是 Boss Rush 比较好打，因为他攻击力很高，我猜可能是，不过无所谓了，总之是把这些起码是把这些图标的一些意义先给搞明白，这样好方便我们之后等于是我们要是想打成的话，起码是能把目标给定下来。不过这期呢也是就先到这了，也是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